有爱喷一喷，弘扬娱乐精神。偶尔看到九零后在地铁站里亲吻，把手机镜头对准。现在我是日本导演，夸你去了，这是荷尔蒙的纪录片儿啊啊啊啊啊！车厢里的哥哥姐姐、阿姨阿姨夫们，让我为你们演唱一首歌曲。你们最大呀，文儿最儿，你要答应我，不许找小三儿。感谢光临二点二次直播间，男的三位哦，买票减包，立根请。